这到底是什么植物啊？哎，有点像那个水香、丁香啊，叫做丁香，不是紫丁香哦，是叫做两个字丁香，可以用谷歌智慧镜头，谷歌智慧镜头辨识那个照片，先拍照再用谷歌智慧镜头辨识看看。长高长大还很大，好像是丁香，还没有确认。